他就啊，第一次是整体的故事啊，你看你这个父母，我也是观察了是吗？你们阿父母是怎么说？那你必须的，你说要是自己的话嘞。我也是个不吃馒头喽，吃什么牛肉喽？那不就不吃东西吧？我也没什么不吃的，你也不，我吃吃个肉吃的进去，那不是不吃，下个吃的是个今年的马氏鸡肉，他不是说下个吃的是个今年的马氏鸡肉，你那个叫什么马鸡？上面呢？幺四七幺五五八三九六。阿巴斯基，你们不是吗？要多少呢？幺四七幺五五八三九六。我呢不去，我去我去，但是俺们这边呢继续干。你那里说这个什么不能过么？你不啥都不是，是啥不能？这个政治上面的不能啊。我呢，反正是多少都要加拿大，都不能不是。感谢您收听环球电台的节目，频率广播到此结束。接下来，请在晚上9:15调到短波31米9975千赫，继续收听节目。再见。向世界宣讲盼望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广播电台。